外界常常认为澳洲荒凉野蛮，人烟稀少，但是这里土地广袤，适合放牧，每年都产出大量的羊毛，价廉物美。我想，我们可以从澳洲进口大量的羊毛，然后在南洋找到廉价工厂进行粗加工，最后再运回国内售卖。我想，当中的利润相当可观。正好我们会社有一条北商的航线，若是你我两家联合起来， 取长补短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好啊，桥本家想要发展南洋的航线，我们荣家呢，想开展北上的航线，你我两家在做生意上也是不谋而合呀。<笑>啊，都说虎父无犬子，荣老板有令郎这样的接班人，恐怕可以早早退休，回家享福就是。用中国人的方式，合作愉快。 嘉上，我们也好久没见了。我记得在重庆那会儿，你脾气可暴躁了。今天居然哄得我爹一愣一愣的。回上海见识多了，自然脾气也收敛多了。我姐可是一直念着你呢，要不你俩趁着这个机会再续前缘。我跟师之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哎呀，凡事皆有可能嘛。你看，我姐可是在那个地方等你老半天了。那行，你们俩好好聊着。 阿少，刚刚你见过那个金麒麟了，是你们家要找的那个吗？那个金麒麟，你爹十分的看重，我提出重金收购，被他一口回绝了。那是当然，父亲一直觉得那个金麒麟是能给大哥续命的，只要大哥还活着一天，他自然不会把那金麒麟让出来。你们家真的那么想要吗？算了，毕竟君子不夺人所好。 阿少，我答应过你，会帮你的。帮我？你爹这么看重这个金麒麟，你打算怎么帮我？我们之前毕竟有过一段感情，而且我现在又是桥本家的小姐，只要你愿意和杜小姐解除婚约，我一定会说服父亲让我带着金麒麟嫁到你们家来。 你大哥和这个金麒麟命脉相连，你又怎么能说服令尊呢？我大哥活不了多久了。他从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医生说想要治好，除非换心。可这世界上哪有这么神奇的医术呢？他今天是还能支撑着来见客，可平时他连床都起不来。不然我们这一房都被太太赶走了，又怎么会被重新接回来呢？ 太太最近新找了个医生，医术了得，给哥哥用了新的药之后，他居然能起床了。但我觉得，我这个大哥活不了多久了。师侄，我曾经认为你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，现在我发现我错了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等桥本家大少爷死？据桥本师之所说，桥本大少活不了多久了。等他死了之后，桥本正三也没有必要再留着金麒麟。到时候我们再重金收购，想必他也不会拒绝。不如我们再等等吧。别听桥本说，说他活不过15岁，结果活到了今天。 现在说活不过10年，没准苟延残喘还能再活10年。等人死，就像等天下雨，雨要是一等就来，何必挖井啊？您的意思是，要自己出手？这金麒麟墓穴催得很急吗？它可是限定了时间。既然买不到，等不到。 那就只有去偷，去抢。桥本对金麒麟保护备至，
您也看到了，现在金麒麟不光藏得隐秘，还有私人警卫，我们要怎么偷怎么抢？只要知道他在乔本家，就一定有办法。你怎么回？大少爷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今天天气好，管事让我们把客房再打扫一遍。大少爷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事。哦。两位太太，姐，妈妈，哎呦，这么多人呢！好多人呢！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好了，慢点，小姐。是的。你怎么样？都上来了，轮我了吗？我帮你慢点，慢点。我好像没上过。妈妈，我考上了！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看，哎呦，好棒啊！哎呦，我这个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。哎呦，芳华，你呢？我，妈妈，再看看。芳华，你在这儿呢！姐姐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，太棒了！真好，妈妈真替你高兴。姐，我们快回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冯先生吧。哎，赶紧通知老爷回来，天大的喜事，给孩子们庆祝庆祝。怎么办？走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大少爷，那文春里呢？文春里的房子后来卖了，都烧成那个样子，能卖多少钱？只不过是几个地皮钱罢了。你当初也太不容易了，都不敢想，你是怎么撑过来的？下夜班了，正好我打算做个腌笃鲜，趁热吃才好吃呢。诗诗啊，嗯，你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提前辞职啊？中西女书放榜，荣家小姐们都考上了，自然就不需要我这位先生了。那上一次呢？辞职又是为什么？上次，上次不就是因为被荣家的姨太太刁难，所以就辞职了？哥，你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没有，啊，昨天啊，孙姨太来医院了，荣家那小少爷生病了。是吗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下了夜班，烧菜退，留院观察了。
志真，我在医院另外给你找了份差事，跟之前差不多。明天一早你同我一起上班吧。哥，这事你容我再考虑一下行吗？喂，大少爷，冯小姐出门了，坐的是黄包车，说是要去杨金猫教堂。知道了。志真，大哥，怎么把我叫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不能回家聊的？大哥，对不起啊，你介绍我去医院的工作，我想了想，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医院的工作每天就是整理文件，接接电话，觉得太枯燥了，不太适合我。那什么适合你啊？回荣家继续给那个荣大少爷教书。哥，你怎么这么说？你以为你闭口不言，哥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？前两天孙姨太带他儿子来医院看病，全告诉我了。你是怎么受荣家上的骚扰，怎么被迫辞的职？时辰，你可真会瞒。哥，他荣家上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撩拨你那就是为了好玩。你以前很理智的，现在怎么了？糊涂了，名声不要了。哥，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现在不是已经辞职了吗？你要相信我。好，你拒绝去医院工作，是不是还想回荣家，还去找荣家上？难道你对他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啊？哥，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。他是个富家公子哥，而你只是一个寒门的教书女，你们做哪门子的朋友？还有这个荣家，真是欺人太甚，占了便宜就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。我一定要找荣家上谈一谈，他到底把我妹妹当成什么了？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。我是你哥，你应该听我说。哥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能骗你，我更不能骗我自己。确实喜欢上他了，我也试着抵抗，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对不起，我
知道我不应该这样，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……你以为荣家真的是什么好人家吗？文春里那场大火，神父，我要告诫。愿主保佑你。我不知道是您亲自过来了。许久没有见我们小时针了，有些想你。他们都走了，想说什么话，放心说吧。七爷客气。有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让您知道，就是那个关于金麒麟的事情。那个荣定坤真是够贼的，还知道磨掉根须，不过这样一来就卖不出价钱了。其实这个金麒麟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只是对于孟家而言意义非凡罢了。传说中是帝王的随葬品。我也是听家里老人说的，金麒麟是祥瑞之物，可以保佑家宅平安。据说祖上有两次金麒麟易主，每一次孟家都会受到重创，找回来之后才会好转。荣定坤他从我姐姐手上
把金麒麟骗走，孟家平地生变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连生意也是一落千丈。可七爷如今不是也在没有金麒麟的情况下重新把孟家振兴了吗？可见家族兴衰还是事在人为，也要看子孙后代的才干和时局罢了。不过家父还有祖父在临终前都还念叨着让我把金麒麟找回来，没想到时隔十七年才终于有了消息。七爷知晓。对了，你有把握荣家上会按照你想的去做吗？他本来就是在和荣定坤对抗，我不过是把自己放到胜利品里罢了。男人谁会仅仅为了一个女人去和自己的父亲对抗？真正让他为之拼搏的还是他的自由和理想。只是你哥哥让他误会了，想好怎么跟他解释了吗？多谢七爷关心，大哥那边我会自己想办法解释的。你真的那么喜欢他？七爷要没有其他吩咐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明月口，怎么吃惯了荣家的大鱼大肉，咱们家的清粥小菜吃不惯了？荣家的大鱼大肉堵在肠胃里多难受，像我这样的小丫头还是吃咱家的清粥小菜吃得最舒服了。你们俩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爹，我这不是推了医院的工作吗，让我哥丢了面子，我哥不高兴了。这医院的工作啊，是安生又体面，可是你妹妹要自己愿意才行啊。咱们这个家呀，现如今是好不容易安安生生的聚在一起，可千万别再生事了。嗯，知道了，爹。对了，你推了医院的工作，想找什么工作呀？年底了，确实不太好找工作，但我正好有时间，可以在家里多陪陪您和妈呀。嗯，再找工作是得擦亮擦亮眼睛，免得一上头又找一份尽受委屈的工作。谁欺负世人了？没有的事。你们可别瞒我。没瞒，爹，我哥这不就打个比方吗？我怎么可能让自己受委屈呢？是不是？来，爹，您多吃点，吃点青菜。啊，好好好。行，爹妈，我吃饱了。妈，今天我值夜班，不用给我留门了。哎，哎，照顾好自己啊，哎、别太累了、啊。哎，妈，我去送送我哥。啊，注意身体啊。哥，哥，哥，我给你拿包。哥，哥，还在生我气呢。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不是都辞职了吗？怎么，难道你打算继续跟他交往了？哥，说什么呢？那文春里的事打算怎么办啊？你想去找荣定坤讨个说法？怎么讨？连证据都没有。说白了，这事还是孙姨太告诉我的。这荣定坤如果知道孙姨太告的密，会怎么处置他？我就算想报仇，但总不能不顾及人家的处境吧。唉，但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。你说，我们虽然家破了，但好歹家人都还在。可那些……
家里有人去世了的邻里乡亲，他们现在还在痛苦里煎熬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带给他们这么大的痛苦。唉，这个公道我一定要讨回来。哥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荣定坤他势力极大，纵横黑白两道，正是因为有军阀和政客为他保驾护航，他才能把这么大的惨案都瞒得滴水不漏。咱们要跟他拼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你想报仇，我全力支持，但如果你想做任何事情之前，请你想一想爹妈，千万不要冲动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法，跟我商量着来，好不好？我已经二十好几了，又不是十几岁冲动易怒的毛头小子，我不会为了一时的快意恩仇而让你们遭受更大的伤害的，放心吧。嗯，对了，时辰，你在荣家待了三个月，这个荣定坤有什么弱点吗？我对他这个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极要面子，他明明是一个贪财好色无恶不作的人，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儒雅的正人君子来，无奈他自己品行不端，内为不修，所以很多事情啊，往往还是败在他自己身上。我在荣家的时候其实一直避着他，跟他接触并不多，但是我听很多人讲，他其实是喜欢年轻柔顺有书卷气的女学生。我虽然也是个女学生，但是我的言行举止离柔顺两个字还差得很远。有一次我跟荣家的大小姐在谈论新女性的一些事情，她听到以后很不高兴，所以她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人。那荣家上呢，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呀？其实一开始我也不喜欢她，刚开始啊，她特别不服气我，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把他收服，让他乖乖去上课的。可是后来接触的多了，我才发觉他这个人跟外界所说的好像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不就是一个不学无术被家里人宠坏的纨绔公子哥吗？哥，你想想，一个在后娘手里养大的孩子能被宠坏到哪里去啊？他也是年轻着急要出人头地，好不再受他后母的奚落，不再受他父亲的掌控。虽然有的时候他做事情确实有点偏激，但他真的不是纨绔子弟。而且他这个人相当的聪明有才华，只不过一直隐忍罢了。他也不想继承家业，一心想参军。你倒是把他夸成一朵花了。当然他也有不成熟之处，人无完人，他毕竟才刚满二十岁嘛。我也不是一味非要为他说好话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误解他。那他之前骚扰你的事怎么说呢？那个事他就更冤枉了。那天他喝醉了，东倒西歪的跟我说话，被荣府的老妈子瞧见了，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就喊出来了，弄得我们俩都骑虎难下。这件事情他咬牙认了下来，挨了他爹一顿骂也没说什么。所以你就喜欢上他了？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喜欢他，接触的多了，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挺孤单的人，而且很难得他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对我也很真诚。一开始我是被他的聪明和才华所吸引，然后又怜惜他的孤独，再者我觉得他确实长得挺好看的。说了半天，原来是因为他长得俊。你们这些女孩子呀，简直是……大哥，你敢说你不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吗？你从小到大交往过的，到后来上学时候谈恋爱的女孩，哪一个不是长得漂亮的？这不都是过去的事了吗？现在长大了，便不会再被外表迷惑了。现在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性格、学识，还有修养。可是大哥，你跟荣家上也没有过多接触，你也并不了解他，所以你怎么会知道我对他的判断准不准呢？你这样做是不是也太有偏见了？
横竖他爹就是荣定坤，你还想跟他如何？你说的也是。行，好时髦的派头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片场补拍几个镜头。你呢？你生病了？没有，我来给我哥送饭。那就好，这几日我正想找你出来聚一下呢。你看看我这新车怎么样？是七爷送我的生日礼物，真漂亮。来吧，快上车，子宝我送你。嗯，慢点啊。请让开，我很想你。文春里是你爹派人烧的，对吗？我不是有意要瞒你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这些天我睁眼闭眼都想着你家的事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，我怕你恨我，可我又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想你或许不知道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如果我一直不知道，你打算瞒我一辈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个自私的人，本来想得到你就已经够难了，我不想给自己找任何麻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如果我真的和你在一起了，然后才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该怎么做？想过，可似乎无论知道或者不知道，我们都不能在一起。瞒着你，至少你不会恨我。你就打算这样一直维护你爹下去？不，他作恶多端，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我享受了他作恶得到的好处，我也会承受连带的惩罚。老天也是公平的，我从未想过替他辩护什么。我只是怕他影响到我和你。可现在看来，说什么都晚了。你恨我是应该的。我不恨你，我只是没有办法了。你见过我爹，你也见过文春里的断臂残垣。我爹是万幸还活着，可是有多少街坊邻里因为这场大火家破人亡。这件事情横在你我之间，如鲠在喉，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？你对我的情谊，我很感动。长这么大，你是第一个这么真心对我的男人。谁不想过简单平静、亲亲爱爱的生活？可是偏偏造化弄人，一个劲儿的给我们两个添堵，所以加上，放弃吧，放着康庄大道不走，何必非要光脚走荆棘路？可这事不是说停止就能停止的，我不甘心，我喜欢你，就像发了疯一样，就像被你下了咒一样，我不想就这样放弃。
那你想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法子化解仇恨。好，那你让你爹登报道歉，承认他自己做过的事情，去警局自首，赔偿受害者。如果他能做到，那我对你们荣家的仇恨就一笔勾销，我们俩可以重新开始。但问题是，他能做到吗？就像你那天跟我说你要退婚一样，你的想法是美好的，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做到，因为你只是荣家的大少爷，而你的利益和荣家是一体的，还不至于为了爱情去自残。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，一个满口大话、懦弱无能的男人。你只是还年轻稚嫩罢了，有些话说早了十年而已。他说我太年轻幼稚，还说我能力不够。其实我真狠下心来。哥，怎么了？一个人发什么呆呢？不一个人发呆，难道还和一群人一起发呆啊？就会狡辩。怎么了？时珍，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？没有啊。今天所有报纸报的全是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全都是这个，你看这新闻写的有理有据，头头是道，这肯定是知道内幕的人给透露了什么情报了。对了，时辰，你在荣家待了那么久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